原标题：李卫母亲去世，此人为化解矛盾花重金送礼，却被李卫骂出家门。雍正王朝这13年政局错综复杂，各种势力犬牙交错。康熙末年，九子夺嫡，阿哥争储，连康熙皇帝都无法控制。雍正继位之后，八旗党仍想死灰复燃，联合各路反对势力，想要推翻雍正王朝。此时的雍正皇帝推行新政，自然也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和困难。但是还好有李卫、田文镜、张廷玉等人的支持，才得以维持下去。但是李卫和田文镜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紧张，甚至一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李卫深受雍正皇帝的信任，在出任浙江巡抚期间，政绩突出，不仅尊重读书人，在文人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，而且还善于缉拿盗贼，使浙江民风为之一振。虽然政务能力极强，但是自身却有一些小毛病，比如处事过于张扬。当时在浙江担任巡抚期间，李卫突发奇想，竟然将办公地点搬到了西湖中间，而且还在西湖边上专门安排了一条船，有下属向李卫汇报工作必须乘船到湖中间，而且还为自己修了庙，将自己和妻子的塑像放入其中，供百姓瞻仰供奉。李卫这些奇葩的做法引起了田文镜的强烈不满，于是他便向雍正皇帝弹劾李卫在浙江的僭越之举。但没想到雍正根本不拿这些当回事，反而劝田文镜要好好与李卫相处。田文镜弹劾未成，却弄了个里外不是人。后来这事让李卫知道了，李卫大为恼火，认为田文镜是一个背后打小报告的小人，见到田文镜不是破口大骂，就是懒得搭理他，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。后来李卫的母亲去世了，田文镜想借此机会与李卫缓和一下矛盾，于是便备了一份重礼送了过去。但令田文镜没有想到的是，李卫对田文镜却丝毫不客气，不仅将田文镜的礼物全部扔了出去，而且还将礼单扔进了厕所，让田文镜十分难堪。从此二人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。李卫因为这种直率的脾气，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，最终也造成了自己的命运悲剧。雍正皇帝死后，李卫的地位一落千丈，乾隆南巡，见西湖花神庙里立着李卫自己极其妻妾的神像，号湖山神卫。乾隆下谕说，李卫仰见皇好的恩眷，任性骄纵，除非公正纯臣，托灵立庙，甚为合意，命撤像烧毁。后来李卫曾经弹劾的政敌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用，李卫先天担心被打击报复，由于身患重病，再加上心情郁闷，最终抑郁而死。乾隆三年10月22日，1738年12月3日，李卫因病去世，年51。乾隆帝命按总督吏赐予祭葬，使米达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Thank you.